是唱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一起唱你台南我爱你。台南也好吃多，别讲吃无。因为我们即将在2024年迈入建成400年，但是在现在就开始陆陆续续进入400年的这个序列。那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新的400年的主视觉以及这个主题歌曲。那我想说，台南作为一个古都，它的文化的优质性以及它的这个宗教，还有各个方面，都大家已经深为熟知，包括美食。但是400年来，我们不只是只有一些缅怀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展望未来的事情。所以在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需要跟全台湾的民众、各位好朋友以及世界来告知我们400年走过的路及未来的展望。那今天很高兴，尤其在400年的序列里面，我们也承办了2023年、102年的这个全国运动会。那再过几天就要进入运动会全运会倒数的400天，不管是400天也好，400年也罢，我们都希望说让台南被全台湾看见，也让世界看见台湾台南。那我们希望在今天的主题主视觉发表以及主题音乐的发表，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也更希望大家给许多我们400年的筹备委员各位委员会的委员更好的意见。陆陆续续，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静态决定了告知大家的过程。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台南的活力的一面以及它的包容的一面。